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是你的爱在支撑着我，就像我心里表白的一样，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你，小冬。那好，你告诉我，你是想继续我们的感情，还是继续做你的汉奸？我们分手吧。小冬，小冬，你刚才所说的那些信我已经不记得了，我把他们都烧了。我之所以没有退还给你，是不想让现在的你玷污我们过去的感情。虽然暂时渡过难关，时间既然已经知道我的父母也惨死于他们的屠杀，那么他绝对不会相信我和他们之间还存在什么友谊。当务之急是要上海总理社通过煤机关施加压力，敦促池田对堂主总理社大力支持，进一步打消他的疑虑。可是组织交代的任务毫无头绪，保罗、裴富贵、阴险的池田，他们之间必然有一种联系。还有段伯伯也卷了进来。在这个曲子里面有渔夫，还有一条鱼，你喜欢哪一个？你的身体真棒啊，像个军人。哎呀，我要是军人，你就是我的长官。太好了。哎，李先生，你我用中国话说定有用。一定能成为生意上的伙伴。是不是有点不讲江湖道义啊？这怎么叫不讲江湖道义啊？我们冒着这么大的危险去运送乌纱，不得多赚点钱吗？怎么给他玩个黑吃黑挣双份钱？现在好多事你都不懂，
腾冲来了个刺杀小组，挣钱不容易，日本人正在到处查呢。就求你别当汉奸，别辱没了你的祖宗，把汉奸这个帽子摘了扔了，踩在脚下的最是集团。验证一下，他到底有没有伤到要害？日本人已经知道刺杀小组的存在了。这么快？一定是昆明那边有人走漏了消息。可是高长官说了，此事绝对保密的。有钱能使鬼推磨，现在发国难财的大有人在，要弄清楚我们的个人资料，绝不能被泄露出去，否则后果真不堪设想。小鬼子知道多少？还不清楚。那我们更应该尽快行动。不，我倒认为现在应该停止一切行动，按兵不动。可我们的任务就是主动出击。可是现在我们还不清楚危险有可能发生在什么地方，我们必须要保证自身的安全。只有我们自身的安全得到保证之后，我们才可能有机会实施刺杀任务。那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做缩头乌龟？当然不是。第一件事就是尽快查清楚段先生究竟是不是汉奸。段向瑶是不是汉奸不重要，这个以后可以查。现在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杀刘赤天。赤天当然要杀，但是这个汉奸一定要先查出来，因为他太危险了。他既是丽莎把惨案的告密者，也许我还怀疑日本人知道刺杀小组的存在，跟他绝对有关系。你打算怎么做？我想从洛怀英身上下手，因为当年他段向瑶和我父亲的关系很好，他对段向瑶的了解比我们深刻的多，而且通过他我们还可以打开腾冲商界的大门，这对于我们做生意还有隐藏身份有很大的帮助。这样行。我想给我父母建一座衣冠冢，再建一座丽钗把遇难成墓地，也是对那些遇难同胞的悼念。给父母建一个衣冠冢，赤田不会反对，但是你要建一个墓群，让赤田的罪行公诸于众，赤田是绝不会答应。知道，我知道这样做非常的危险，但是我一想到那些遇难的同胞，我就寝食难安。无论如何，也要让这些遇难者有个安息的地方。段伯伯。嗯，小东。段伯伯。
这就是您设计的梦幻腾出吗？是啊。小东啊，当我第一次到庐山的时候，看到英国人李德林为庐山搞的全部规划了，那可真是太美了。我们腾冲东山的自然条件并不比庐山差，为什么江西九江能有个庐山，我们腾冲就不能有个东山呢？得赶走日本人，您的梦幻腾冲一定能派上大用场。谈何容易啊。段伯伯，你知道吗，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日子已经越来越不好过了。那都是传说而已，我看到最真实的是在我们腾冲的街面上，日本鬼子横冲直撞。更可恶的是，那些个汉奸为日本人做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各位，这就是腾冲有名的商业街。据我了解，绿柴坝的遇难者中有很多是腾冲的商人，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查清所有的商人。可是那些归国华侨和海关人员的名字没法查呀。尽量查清楚啊，我们尽可能的查清所有人的姓名，实在无法查清楚的只能见吾自卑了。好，大家都尽量快点查啊。行，好吧，大家分头查找。赵家驹，男，55岁，药品批发商。日军侵入腾冲城前逃离腾冲，打算经过绿柴坝去内地避伏。查得真仔细啊。我这查了一家四口，当家的叫沈家旺，做棉纱生意，太太姓田，叫什么不知道，有两个儿子，大毛和二毛。这种情况我背上只能刻上孙太太了。我查的这个人比较离奇，他是经营陶瓷生意的，别人都叫他陶瓷精，但是详细的情况无从查起。我们再想办法查，这么些无辜百姓请他们蒙混的关系。梁社长，小玉找你。梁先生。小玉啊，你怎么来了？来，别拘束，酒到自己家，坐。梁先生，小姐让我转告您，她不会带一个汉奸送给她的东西。我走了，梁先生。你是想继续我们的感情，还是继续做你的汉奸？梁先生，您没事吧？我没事。梁先生，我觉得您还是和洛小姐解释一下吧，再这样下去你们都会很痛苦的，我在旁边看着都觉得难受。和咱们的使命相比，个人的得失不算什么。小东，你来干什么？我来看洛叔叔，也谢谢你。我爸不在家，你请回吧。小东，
你可能对我有些误会，我们应该好好谈一谈。我看没这个必要。什么事啊？爸，你回来了。骆叔叔，你是温泉？啊，是。哎呀，你怎么这是要走啊？他还有事要办，只是顺便来看你的。怎么？你不是有事吗？怎么还不走？什么事情这么急啊？再急的事情也得吃了饭再走啊。小东，你告诉厨房做几个菜。我可没时间，我还要去段伯伯家给孩子们做检查呢。你看看这孩子，快快里边坐里边坐。罗叔叔啊，那天的开业典礼你没去啊？嗯，我一猜也就是来怪罪我的。没有没有，完全不敢。您幸亏没去，小东想必跟您说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啊。我听说了，本来开业是个好事情，听说有个学生死在那儿了。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但是奇怪的是呢，段伯伯紧跟着那个学生进来，后来被日本人带走了，然后日本人又莫名其妙地把他给放了。怎么，你在怀疑你段伯伯啊？不是，我不是怀疑段伯伯杀人，我只是觉得段伯伯和日本人的关系有点不寻常。文川呐，你可不应该这么想啊。你段伯伯绝不会和日本人有什么勾结的，别人不了解他，我还不了解他吗？怎么说吧，前一段时间日本人请你段伯伯当腾冲商会的副会长，他都断然拒绝了。那看来是我多心了。是啊。温泉，我想问你一句话。你问。你怎么会参加这个总立社呀？因为总立社对外名声可不太好听啊。不理解，罗叔叔。生逢乱世，身不由己啊。现在时局动荡，国家和民族的前景，谁也看不清楚。我梁文泉也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你也知道，总理是派我回腾冲，我只好遵命。好了好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文泉呐，这儿今后就是你的家了啊，你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听见没有？哎，罗叔叔，您是腾冲商界的翘楚，这次总理是要开展了腾冲的生意，我在很多方面需要您的提携和帮助。哎，你说这话客气了，做生意啊，咱们有的是时间谈。但是文泉，你记住，只要是你的事，你骆叔叔责无旁贷，懂吗？我懂。Thank you.
我想把总立社变成一个俱乐部，让它成为腾冲商人的交际场所，信息的中心。你疯了？灯下黑，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这个俱乐部可以让我们的秘密淹没在商人的讨价还价和你争我夺里面。那你凭什么让商人们聚到你身边来？池田想让我当腾冲国际商会的副会长，我考虑了一下，可以答应的。你觉得呢？我觉得挺好。通过这个商会的副会长，你可以更多的去接触池田，获得更多的情报。和我想到一块儿了。那好，那这个俱乐部的操作和筹建以及人员的招聘就由你来负责。嗯，我？你、葛林，还有那个德国商人保罗·韦贝尔。为什么是那个保罗？既然是国际商会，当然得有国际面孔。这个保罗啊，他在腾冲经营了很多年，身上有很多秘密，只有接近的才能挖出来。彼は国際商会副会長への就任を承諾しました。開拓したのか。はじめは同意しませんでしたが、再三にわたって貴殿の誠意を説いたところ受け入れました。結構数秒発展地か必要オーダー調査道路。貴殿のその入れ立ちはまるで中国商人に見えます。うん、彼らの服を着、飯を食べ、茶を飲もう。そしてピクが分かれば、考えも分かれ、成就しやすい。トルサは、例の件に頼んだ。少佐殿は非常に卓越した方です。上海の存林社は、直接連絡してきて、我々と梁氏、友好を求め、リーチャイバーに送れず。事件の恨みだと、持つもんじゃない。奴らの思いも分かるから、この土地を治めぬのも良いではないんだ。シナ人の指示がいるんだ。这个总立社最近显得十分活跃啊。是啊，这个总理社财大气粗，得防着他们点儿，以免他们搅局劫财。他们要真是劫财的，那就好了。恐怕……怕什么？您的意思是？死在立柴坝那个郭成仁，他是为了财吗？他们是来调查误杀生意的。你赶快跟上海、南京那些帮会兄弟联系一下，让他们帮忙赶快查一查，这个总理社突然出现在腾冲，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好。还有就是，那个青年学生虽然是死了，但是从立柴坝逃出来的那些，不止他一个人吧？是不是也要查一查那些人的下落呀？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没有退路了。好，我现在就去。
大家各自祭奠一下各自的亲人吧。梁社长，我感激您，是您给这些遇难者一个安息的地方。兄弟，我的父母也长眠于此地，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行了，大家去祭奠吧。Very good， 华罗先生，这批棉纱生意我们就算是敲定了。我与归商社是初次合作，我明天打一部分货款给你，但是在产品质量上我要求严格，我不希望出现不必要的麻烦。放心吧，保罗先生，总理社生意有良好的生意，质量上绝对没有问题。如果没有这点把握，我也不敢和您合作。我看中的是你怎么做，不是你怎么说。我会记住你的话的。来，祝我们首次合作一帆风顺。今天我们上商务礼仪的第一课，那我开讲了。嗯嗯，作为一名商人，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要用积极的态度，温和的语言。等等等等，葛小姐，葛小姐，打断一下，打断一下，你说这些对我们都没用啊！你说这打起仗来，我们抄起家伙就干了，什么温柔的态度？温柔的仗是打仗，商务礼仪是商务礼仪，不一样。这葛小姐也没当过商人呢、啊，她哪知道什么商务礼仪啊？康算盘，你说，继续说。顾客在谈话的时候呢，要认真听。嗯，我们回答问题的时候要以事为先，所谓三分说，七分听。虽然我来腾冲不久，但我早就听说保罗先生在腾冲的生意做得非常好。他比我聪明的人很多，太多了。比如说，哪几位？应该说他们都藏在城市的角落里，很难辨认。但是，他们存在。保罗先生说话真有水平。我明白了，你不想聊这个话题。梁先生太聪明了。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扩大合作的范围，比如乌纱生意。你对乌纱生意感兴趣吗？乌纱，这个我是不能说的。哦哦，明白。除了这个，什么生意都可以谈。嗯，我可以为你搞到欧洲市场上最为流行和紧俏的货源，也可以为你提供你们国内紧俏的各种物资。我相信我们的合作前景非常广阔。哦，对了，保罗先生，还有一件事情。最近应池田先生的邀请，我出任了腾冲国际商会的副会长，所以我准备搞一个腾冲国际商务俱乐部。嗯，为腾冲商业同仁创造一些合作发财的机会。不知道保罗先生感不感兴趣？这太好了，当然感兴趣。我就知道你会感兴趣。这样，俱乐部的地址呢，就在我们总理室的楼内。嗯，既然保罗先生感兴趣，我想邀请保罗先生和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当然，如果你愿意投资，我求之不得。啊，这个谁来管理？名义上是我们的李副社长和你一起来管理，但是李副社长生意上的事情非常多，所以我还是想请保罗先生多多费心。哼，嗯，那么我可不可以决定我的助手？您指的是？希望葛小姐能成为我的助手。当然可以。来，谢老板。好。啊，失陪了。失陪了。李副社长，敬你。张老板，你好。久仰先生，你好。你好，你好。嗨，保罗。谢谢啊。你好，这是葛小姐。你好，哦，葛小姐久仰。Cheers， 最近怎么样？隋老板，李老板，你好，你好。俱乐部阔气，您夸奖了。
总理社太会做生意，大手笔呀、啊！隋老板，隋老板，哎，你们慢慢聊。好好。短短几天，以隋某所观察，腾冲商界的精英都成了你们的座上客喽。客气客气。Sorry, boss. All year, it's been on. 你们好。哎，欢迎光临。This is Miss Gao. 欢迎光临。Hey, this is Daniel and Chris, my friends. Nice to see you. Nice to meet you. 整个就是一个 Nice to meet you. 商业情报中心呢。哎呀，不出半年。腾冲商界的精英保罗先生就会都攥在你李老板手里喽。不敢不敢不敢这么说，请请请请请。Hey there, cheers. 保罗先生，我敬你一杯。你好。保罗先生，你好，你好，你好，我们到那边坐坐好吗？啊，好，好吧。我想把总秘书变成一个俱乐部，让它成为腾冲商人的交际场所。这个俱乐部可以让我们的秘密淹没在商品，讨价还价，和你争我夺利。二位，啊，你们好。干杯，干杯。不行不行，别着急、啊，不行，你听我说，不行。你要的那些货可都是紧俏的。秋色东龙。总理社のコラボいつにだわ。はい。不要说了，你这个条件我不能接受。在腾冲城里边，也就是我陪护会能弄得到。要是不信，你可以打听一下。哎，你不用说了，不打听这些。我不打听这些，你告诉我底线吧。那就是刚才说的条件，你得考虑考虑吧。崔小姐，我们可真去那玩了、啊，是吗？挺有意思的。崔小姐，你好。不送，告辞。面白い。コラボだな。はい。クラブですが、毎日夕方5時ちょうどに営業を開始し、明け方4時に閉店。落ち着いた感じで女も出てきませんが、ドンチュン商業界の名士たちが頻繁に訪れ、人を引きつける力はドンチュンのどの酒場、遊戯場よりもあります。気になってるのは、このコラボにどんな秘密があるかだ。自分が思うに、彼らは例の暗殺隊とは無関係かと。なぜだ。もし彼らの目的が暗殺なら、自分たちの一挙手一投足を注目にさらすようなものは絶対ないはずです。通りに合いませんし、到底専門の暗殺隊の行動とは思えません。给我来一杯。怎么了，保罗？一个人喝闷酒，太可恶了！是什么人惹你不高兴了？裴富贵简直就是奸商恶棍，简直像土狼一样贪婪。如果是在德国，这种人一定会被送进集中营。你不会是被裴老板给坑了吧？彻头彻尾的讹诈。算了，不说他了。啊，对，不说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格罗萨瓦，想像したまえ、このような場所にどんな危険な企みがあるかは。隠れた危険な、危険な企み。うん。追求中国女人很难吗？你不会是在
葛玲小姐那儿不太顺利吧？葛小姐，她不爱搭理我。她忍忍，痛苦了。保罗，我觉得女人有一个天性，无论是中国女人还是欧洲女人，女人都喜欢被男人追求，所以男人在追求他们的时候要付出时间和耐心，因为女人的拒绝对男人是一种考验，它会让你的爱情苦中作乐，而且当你一旦拥有的时候会更加幸福。没说呀，我们还是谈别的吧。放心吧，我一定会给你创造机会的。報告します。電報を傍受しました。すぐに翻訳させるんだ。はい。少佐殿、こうなった以上存林社への監視を強めるべきでは。いや、むしろ規約だ。明日からは存林社への監視を解くべきだ。監視を特。適当しないと投資。満州違反に24時間、存林社の無線を、すべての無線往来を逃走させるんだぞ。しかし、全トン中には少なくとも十数もの。黒沢、満州違反を見込みるなよ。すみません。明日からの重要任務は、失われた五中年の分数を探すこと。この件は金様に任せる。山口に資料を渡させる。少佐殿、山口はかつて刑事でしたから。だからこそだ。敵にはたけるか、友人に監視ではダメだ。掴んだ情報では、例の弁償はまだ敵に渡れない。だから、まずは友人を探し、友を通じて、弁償探しを考えろ。黒沢、重大任務だ。いいな。任せた。はい。说正事。两天之内我们必须要行动。目标呢？池田或者是军官。哎，士兵也行啊，只要是立柴坝的凶手，杀哪个都不冤。可是没有武器怎么办？你身上不是有刀吗？又不是摆设。我可以用刀，你用什么？我听一把风、啊、你们有点正事行不行？这样啊，自制弓弩我们受训的时候都学过，这事、哎、老大，这事包在我身上，我来干呢。你啊，交给你。交给我没问题、啊、行，这事儿一定要保守秘密，那俩弓弩不能知道。放心吧。好，就这么着，走。嗯。みんな止まれ。左右に分かれ射撃。はい、射撃。これ、右。走，去街上看看。来，你干什么呀？你神神秘秘的。你看啊，这竹子、汽车轮胎，各种家务事全都给你准备好了。这个弓弩呢，就交给你了。不是，这所有的活是你应下来的，你交给我干嘛呀？我应下来也没说我没干呢。你想一想啊，干这种活我三个老公加一起都不如你一个呢，是不是？再说了，你俩这弓弩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刺杀小组的准确性，而且最主要的是关系到咱们老大的安全。我说的是这个道理吧？啊？你还别说，你说的还真有理。
李副社长，穿这么整齐，干什么去？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哎，只允许你做生意，就不允许我做生意？我身为社长，下属的每一笔生意我都有权知道。哎，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咱们互不干涉啊。行，我不是想干涉你。 我只是想提醒你，有风险的生意不要轻易做。谢谢，老康。哎，快点干啥呢？快点！来了，来了，磨蹭什么呢你？走。哎，你好，你好，哎。那个就是梅。哦，看这个。